食堂阿姨给不同分数学生打饭，100分。阿姨，这是太少了，我吃不饱。要多少是多呀，后边还那么多孩子呢。我上次考试全校排名第一，如果因为吃不饱的问题而导致成绩下滑的话，我会找校领导谈谈的。孩子，别的，来。啊，够了，阿姨，够了，孩子，够了，谢谢阿姨。80分。阿姨，这是我同学的。谢谢阿姨。59分。啊，下一位。0分。辛苦了，阿姨，给你买瓶水。妈，这孩子这么有心呐，来，快，我给你盛饭。谢谢阿姨。哎，等会儿。不同分数对待，老师被批评，100分。我会加倍努力把咱们班平均分拉高，下次考试一定让咱们班排名拉回来，咱们用成绩说话。好孩子，那我们擦干眼泪，开开心心的回班好吗？80分。我在这个学校那么尽心尽力，他还当着那么多人面那么说我。老师，我要是你，我肯定不干了。挣的少，事儿还多，领导还没有好态度，这破地方有啥好留恋的？我舍不得这工作呀。那好工作不有的是，你去赶集职招上看看，上面都是真实企业直接招聘的好工作，还能跟人家师姐看公司，哪不比这强啊？是不是就想让我走吧？啊？59分。让你平时老说我，该。0分。哈手不好了，咱们老师让校长给骂了，现在还在办公室哭呢。走，兄弟们，快！老师调解不同分数学生打架，100分。你俩怎么还能打架呢？你们反思一下。老师，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，我有不对的地方。这才是好孩子嘛。80分。你俩还干仗，给你们能耐的。都给我站出来。59分。妈，你俩干起来了，咋干的？再干一个，来，让我看看。打呀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怎么打了呢？能耐呢？都给我滚家去。0分。哎，你说你俩。不同分数学生吃女生零食，100分。谢谢你这两天给我讲题，给你吃。哦，不用，谢谢。没事，你吃吧。啊，谢谢。80分。你吃啥呢？给我吃口呗。嗯。你吃没吃完呢？最后一口。吃没吃完呢？最后一口。你咋那么馋呢？你。59分。0分。够吃够。真讨厌。不同分数学生在食堂遇见隔壁班0分，100分。80分。哎，刘哥，来，坐哥，这水哥喝不？我给你，来卡走。59分。起来来。啊？你听不懂话？0分。分数惹同学生气后，100分。我们只是争论这道题的对错，对事不对人，我不理解你为何要生气。反正你说的就是不对。幼稚，
8:80。咱俩掰了。哎，兄弟，你瞅你这衣服旧的，我给你买件新的吧。啊，哎，就我身上这款怎么样？啊，不太好吧？咱俩这关系有啥不好的呀？上唯品会搜一笑，领新人福利买还划算。你知道我穿什么码吗？你告诉我不就行了吗？买错码，他家还能喊顺丰上门换。那你啥事给我买啊？哎，你自己点评论区链接买吧，乞丐。59分。你别生气了，我先帮你解下日行程。没有用，离我远点。那你怎么还能原谅我啊？来来，你把这些喝了，我就原谅你了。哎，喝了没有用，滚远点。0分。行了，别生气了。我是不是给你点脸了？没有，嗨，我能跟你生气吗？普通老师遇到学生睡觉，普通老师。所以接下来的这，睡觉的都起来。杨老师上课，你们咋不敢睡呢？你们这是干啥呀？太欺负人了吧！骨干教师，睡觉的同学出去啊！我的课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。老师，我错了。狗做花轿，不识抬举。接着看。教导主任要挂出几板纸？哎，主任，哎，老师，你家你的来，要挂出床三道一，睡觉那个，给我出来！老师，你继续。哎，要。快退休老师，鲜红的。咋这么多睡觉的呢？都困了。还有10分钟下课，大家都休息一会儿，都趴一会儿吧。我也睡一会儿去。快点表开下纪律啊！不同老师进班时学生的反应，班主任。主科老师。别唠了啊！把书拿出来了。科任老师，同学们上课。体育老师。